你今天给飞云的玩具弄坏了是不是？你是特意的吗？哎呦，你是特意的，坏蛋！你怎么那么坏呀？你这小孩，你和谁学的呀？你下次再不许给人家的玩具弄坏了啊！咱赔不起，咱赔不起啊！不服气，不服气！金虎说：“我还有赔不起的，我是什么身份？我的实力摆在这儿呢，是不是啊，大虎子？啊，你是不是实力摆在这儿呢？哎呀！”哎，你小鳄鱼，哎，你小鳄鱼的嘴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绿叶，看看你的小鳄鱼嘴怎么了？是不是你的小玩具啊？六月是不是进股东了？你是不高兴了？不高兴？他咬他呀？金虎不是特意的啊，是故意的。哎呀，气死了！